对于台湾莫达的唐松以及唐凤中尉就任部长，我表示衷心的祝贺。傍晚，莫达的唐松作为积极，里面有台湾用彼此游戏进一步深化连接，在全球社会产业的发展中扮演核心角色。今后，莫达创建的社会社会积极轨迹，将比引起全世界关注，成为其他国家的指标。我要为莫达的未来应援加油！